冲榜的部分留到明后天再弄，今天也没有要弄杯赛啦。今天也不弄总分、总成绩、总分数。讲总成绩其实也可以啊。好，来，有点晚了，没关系。礼拜六、礼拜日的直播。其实是不大稳定的，直播的那个时间其实都是不稳定的，反正就是一定会是在白天的、啊。那这个我们明天要弄的时候是进行把控，把在第六名的、啊，还是很相近的、啊。好，那么如果首先我们的商店啊包的东西并不是没有，并不是很多啊，我们的进度这是严重落后。所以我们必须赶紧弄了，我们今天尽量收集，趁现在还有 bonus time， 赶紧的。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杯赛给，这个杯赛我看一下啊、哦。那我们录一集队的，录一集队的那个分数其实都不高啊。录一集队我根本都没在养。好，那我们就尽量收集一下。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派路易吉队，而且是金币箱的？可是路易吉队有谁是金币箱的？我现在持有吗？那绿奖牌主要的获得途径还是游戏结束，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每一场都打完。而且我们还要尽量得分，得越多分，我们可以得到越多奖。当然，得到越多奖牌这一件事情限于 VS 巡回赛才能这样子的，其他好像其他都是你得多少就算多少。那么在 VS 巡回赛的时候，你得多少分就可以多，就可以加，就可以增加获得得到奖牌的数量。所以我现在应该会是增加25个，除了原本的加25个，然后我们还获胜，所以再加5个，然后 bonus 再加 1.5 倍。还挺赚的。我就玩那些我有练的赛道啊，我有练的那个路易吉队的那个赛道。
然我口乐也是尽量点。好，现在这个傻型的并不是马里奥队的，所以没有吐，没有吐，不是，是马里奥队的，所以没有吐出路易吉徽章。哎呀，很怪我。前面还有两个人。哎呀，失算了，没打中。这有点夸张了，直接把我打到后面去。啊，我们队也太废了吧！哎呀，输了，这队友太废了。只要有稍微练一下，我们就给他派出来了。不然能玩的赛道其实并不是很多。没有新纪录也没差了。只要那个等级可观就可以了，起码三等以上。哎，干得漂亮！哎呀，没中！哎呀，再见了。哦，蜜服装都是路易吉队，很可以啊。毕竟是蜜服装主打的。开炸了！
呀、啊，说狂了没有用啊。还是玩认真打，结果还是派药西呀。冬天呐、啊。震掉喇叭啊，震掉四次龟壳。啊，这样快多了。炸吧！啊哈哈！哎呦，好获胜，但是我们队友太废了，还是没赢啊。哎呦，不错呢，这分数数量。那我先编辑一下昨天的直播记录。
最好下面的分数解锁票券都先得一得。好像哇，黛西公主蜜服装真的是占了一大半哎。生他的好机会啊，他下一次就又锁了。啊，分数是我锁的近2000的。好，这个环节把它撞飞，再撞飞。踩了一点点的沙地，稍微刹车一下。回去啊！啊！哇，一局得70多个，很爽哎、欸，超爽！因为我们现在是临时派出他们的、啊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他，所以我们先不能再把它列进分数需升级的部分啊。哎，谁把我打小啦？哎，赶紧比伤。哈哈哈！复仇！哇，突然来那么多人，冲起来，冲起来！惨的，放了爱心的2次啊，直接被我惨飞了。即使有爱心，哎、欸，被你顶掉，我要输。
们这群拐弯的通通被我打。哇，好赚啊！这样快多了，哈哈，还好我没有错过时机。赶紧保护自己！哎呀，震掉两个人了。靠，到底谁一直在被打、啊？再靠近我一次，我就把炸弹丢了。好、啊，这不干我的事啊，这不干我的事啊。哎呀，拜拜！哎呀，他竟然还有东西呀、啊，我也有东西。我也有东西啊，但是。追，给我追，拎掉，很好。吼吼吼吼，216哦。来到下一个地方，哇，这一次应该又要大发财了吧？下来的时候可以继续再打一个，看是效率。啥？前面还有人，我应该继续往前丢了。把它吃掉一点。
发财能不能撞掉？哎呀，不行，还有点弯啊！哎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我还不如去做跳跃动作嘞！啊，这什么运气啊？小心小心小心，哎呀运气不错，又第一了，哎呦，差点我要撞上水管了，哇，又发财狂了，大家这次速度很快，哇，追不上了，完蛋了，哎呀，这次做多棒啊！可恶，早知道会狂热，我就不吃那个迷你那个优势技巧了。哎呀，这全都是一等啊！下面一位。把我吐出来了，不要一直搞啊，妈的，我这局打几次没人理第一名的吧，我打到第一名，但第一名实在是没人理啊，难也难不住，还有第二名，第一名难也难不住啊，色怎么那么相近啊？看来我得再做一次。这么废的吗？
开扁。哎呀，野兽狂热人，我打爆他！又鸡皮狂热，感觉这一天鸡皮狂热几率很高哦。路易吉啊，路易吉被害羞幽灵王啊给打下去了。我好久没有派出这路易吉了，害羞幽灵王。这下礼拜不是也要再出一个路易吉洋楼？哎，路易吉满宣图 HD。哎呀，竟然找不到了！哦，哈哈哈！靠腰怎么没中嘞？刚才那红龟、那个绿龟怎么没中？咦、嗯，才得一点点啊，太废了啦。刚记得我们现在在追进度，我还有两张啊！我的天啊！太废。哇！包抄我啊！哇，打兵大打小了。
一氧气下面发生大爆炸了，第一名又没人玩了。看来我们还顺带完成了一些挑战。我这次派永中罗西塔也很久没有派他了，他还是金币箱的，很好很好。会走一刀，真的假的？好吧，那把他打下来。我卡了一下，谢谢。哎呀，复仇啊！哎呀，多年来复仇是吧？再来。
就是卢锡堂上场时间。今天玩到一点啊，有两只接电回来。漂亮！哇，我半空中被打，这下伤痕很重啊！哇，绿龟红龟打到不同的人，这多赚啊！完蛋！卢锡赛道了，啊！用金币狂热了，狂热发财！
可恶，到底还需要多少啊？哇，300多了，赶紧的。好像我钱也已经有20000多了，暂时不抱他连出。应该吧。哎，这个我已经没在用。哎，这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我录一集宝宝杯，我还没玩。有胡子的角色，又给我偷改数据。前面还有一个人，跑那么快。好了，别再转了。发财！哎呀，连火焰兄弟都来了。哎，杀！
哎呀，我今天为队伍做出了多少贡献啊！还有个150的、啊，我们再打一场结束吧。来了，正统金币箱。可以把它变到打小了。哎呀，还给道具！哎呀，赶不上，队伍太废了。OK， 这两张就可以了。下一个应该是逻辑塔吧。逻辑塔好像可以在逻辑塔行星里面发挥作用。哎，原来黛西公主已经满等了。那下一个就是，加邦啊。好，那么这次直播我们就先到这边啦。我们应该还不算是赶上进度哦。如果我们礼拜，可是礼拜一，可是明后天我那个是要做多人游玩的呢。嗯，多人游玩的时候，我尽量派出路易吉队的了啦。
那我们就先玩到这边了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